诸位同修，阿弥陀佛，大家吉祥，当家师父吉祥。我们今天要继续向诸位来介绍慈悲三昧水忏。我们上回向诸位解释耶稣免难消灾障这句话的由来，后来佛陀回到迦毗罗卫国弘法的时候，耶稣多罗他想要再一次向所有释迦族人证明，他肚子里怀胎六年的孩子确确实实是太子的骨肉，他就装了一波百味欢喜丸，叫罗侯罗去呈现供养世尊。那个时候的世尊马上以他的神通力化现五百位跟佛陀的佛身光明没有一点差别的阿罗汉在那儿等罗侯罗的供养。但是很奇妙的，没有几岁的罗侯罗，他手端着铁钵直接朝着世尊的面前走来，两颗眼睛完全没有去看其他化现的罗汉，直接就将铁钵交给世尊。这是血肉相连父子连心的证明。所以我们由这里也可以了解耶稣免难消灾障的原因。接下来要介绍忏文中公文的这一段，它大概的意思是说，乌达国师在十世以前因为害死曹错，今生得到生人面疮的恶报，最后因为迦诺迦尊者的救度，以三昧法水捐除累世的牵由，也因为这个因缘，乌达国师撰成了水忏为上中下三卷之遗文，法流千古，人天敬仰，期望众生忏磨身口意的十恶罪，由觉悟之路脱离众苦的轮回，不但可以利益我们的冤亲债主，阳上的人更可以得到利益，我们的祖先如果还在受苦，都可以帮助亡者得到利益。因此忏文一开始先仰叩普贤愿王，以他的功德力运享香花供养十方诸佛。所以我们以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来清净忏坛，祈求菩萨慈悲垂加护。普贤菩萨已经证得十地以上的菩萨果位，也可以说是等觉位的菩萨，或者是补处的大士，这已经非常接近佛位的菩萨了。另外我们也可以由普贤菩萨的德号中来了解他崇高的地位。普贤者，梵语三曼多跋陀罗，三曼多者，此云普也；跋陀罗者，此云贤也。此土亦名遍及，遍犹是普，及亦是贤也。梵语的三曼多是普的意思，跋陀罗是贤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汉土华语所说的遍及，遍就是普，及就是贤。普贤
是由华语和梵语两方面来说明普贤菩萨如何得名。但是普贤菩萨以什么功德立名呢？就是化无不周曰普，临极雅圣称贤。前一句化无不周曰普，是说菩萨利他度化众生的功德。因为菩萨出发心是为了要普度一切众生，也因为众生是无限量的，菩萨的心行更是无可限量，无不普遍圆满的来对所化的众生。在菩萨长期的教化中，大体上都已经度化了，所以才说化无不周。后面这一句临极雅圣称贤，是说明菩萨自力的程度。因为佛是圣中之圣，也称为大圣，就像赞叹佛陀是大圣释迦牟尼佛，所以临近佛位的普贤菩萨当然就被称为雅圣了。有些经典更直接将普贤菩萨翻译作遍及，因为遍就是普，及就是贤，遍及就是普遍吉祥的意思。以普贤菩萨大行大愿来说，可以说行愿遍及，行愿普遍吉祥。这句行愿遍及是属于因地中一切菩萨的行德，尤其祈求吉祥是一切众生共同的心愿。是不是能够得到吉祥，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有虔诚观想、虔诚忏悔。普贤菩萨既然已经做到普遍吉祥的程度，我们要向菩萨来学习实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大愿。我们在佛法中常常以大海来比喻愿，以高山来比喻行，也就是行山愿海，意思是说在广大的愿海中，只有坚忍不动的行山才能够将愿海填满。因为愿海是理想目标，行山是实际的行动。假使做人只有理想目标，只有愿海，没有实际去行，那么你的愿海要以什么来填满呢？你的愿海不过是一片的空空洞洞，一点价值都没有。假使只有行山而没有愿海，那么你的行山不过也是没有目标的乱行，因为没有目标所以就乱做，一样也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行同心愿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我们要有大行与大愿，行与愿两样都要共同存在。在世间上做人，如果只有理想没有实际去行动，或者只有行动没有立下目标，结果总是一事无成的。所以我们在礼忏的时候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不是只在口中念念身体拜三拜而已，应该要观想普贤菩萨他的身上
实践行与愿。因为普贤菩萨的大行不只代表行门，而且也含有愿行，所以普贤菩萨的大行是与他的大愿结合在一起，不是各自独立的。普贤菩萨所修的大行，就是修他所发的十大愿，我们每天课诵都要念的。可见行与愿是相应不相离的，假使行离了愿，行就变成盲目的行了，没有目标的行了。那当我们在礼拜这部慈悲三昧水忏的时候，一定要行愿相应。你今天为何要来礼忏？为什么要来礼拜这部慈悲三昧水忏呢？因为你已经知道，往昔所造的恶业，都是由无始的贪嗔痴，由我们的身、口、意造作出来的。所以今日要在佛前求忏悔。众生的贪嗔痴就是这么的可怕。过去佛陀住世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叫做周利盘特。周利盘特的天资非常的愚钝，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傻，所以有一天他来到世尊的面前，对世尊说：世尊啊，我的天资是这么的愚钝，如何能在世尊的座下接受指导呢？佛陀于是对他说：愚人如果了解自己是愚人，自称自己是一个愚痴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了。如果是一个愚人又自称自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这种人就是真正愚痴的人了。所以诸位，说到这里就想到我们小时候都有读过国王的新衣服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人不可以愚痴。就好像这个国王受到骗子的欺骗，说这件衣服啊是要聪明的人才看得到，愚笨的人是看不到的。当然他身边的大臣们也不肯承认自己是愚笨的人啊，虽然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但是如果说他没有看到，那岂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愚痴的人呢？所以啊，国王身边的大臣啊都赞叹这件衣服很庄严，国王穿起来很好看。哎呀啊，这个国王也很愚痴啊，他想实际上他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呢所有的大臣都已经赞叹这件衣服这么漂亮庄严，如果说自己没有看到，那岂不是承认自己是一个愚痴的人，不是个聪明的人？所以啊，就是这个原因，也不敢说这件衣服他没有看到，啊，一样的赞叹啊，这件衣服很庄严。最后，国王穿这件衣服出游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对他的母亲说：“妈妈，国王怎么没有穿衣服？”所以诸位，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要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无知、错误的勇气，才不会受愚痴的影响，受到愚痴的牵引而造业。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希望诸位都能够把握一念忏悔心，在道业上继续精进。祝福诸位业障减轻，福慧增长。
阖家平安，内外吉祥，阿弥陀佛。